硬貂皮，泰国国王撤销前总理他信所有勋章和奖章。环球时报综合报道，泰国政府线报网站30日公布国王的公告，称因前总理他信讨爱的行为非常不合适，撤销所有授予他的勋章和奖章。公告说，他信被泰国最高法院判处监禁，且还涉及多个案件，他逃案离开泰国的行为非常不合适，因此国王依据泰国2017年宪法撤销王室此前授予他的所有勋章和奖章，自3月29日起生效。另据泰国媒体报道，泰国军官预备学校校友委员会3月28日决定以同样理由将他现从杰出校友名单中除名，而他狄景贤则于2015年被撤销。他现自2001年至2006年担任泰国总理，2006年遭军方政变推翻后，除2008年曾短暂回国外，长期流亡海外。2008年10月，他现在非法购地案中被判处2年监禁。郑瑞克。